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易烊千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易烊千玺。2017年，我的首档个人固定综艺《放开我 baby》第二季就要上线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天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晓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更新。《放开我 baby》第二季马上就要开播了。就是以前看过第一季，然后觉得好玩。来，我们第一季原班人马走，就是不能白来，在 baby 的第二季留一笔。你好，哥哥，我是小葱花。小葱花，哦 ，Apple， 你好。哥哥好。你好啊，雪儿 ，baby 之家。看到了吗？不要把马天宇哥放地上。这次的节目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。哎呦，我听哥哥啊，就突然扑上来，然后强吻两口，然后就走了，像小时候找到一个初恋的感觉那种。桂三，哎呀，小青蛙，哇，真可爱，好可爱，么么哒，他太可爱了。给我，哥哥给我，哪个？那个。怎么样，小朋友们？今天带你们运动运动，好不好？哇塞，干什么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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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选人选队啊，准备开始，使劲，春花使劲往后拔，看着这霸气，我跟你讲哟，太好玩了，还想玩一次啊。你妈不要你了。不对，我要妈妈。大哥不要哭了，大哥太可怕了，你们太可怕了。好了，你留下我一个人看六个孩子，就我一个人。我们饿了。妈妈好饿。我在弄饭。哦，啦啦啦啦啦，就非得来闹。不是，我是来录节目的，我不是一个厨子。我不饿。虽然是我意料之中，但是比我想象的更要严重，更为可怕。小孩吧，反正怎么着都得哄着吧。你想想妈妈，其实我好久没有那么抱着哄孩子了。上一次还是楠楠一岁多大的时候。任务也好，游戏也好，让孩子们学到了一些东西吧，不能说完全掌握。我觉得没白付出吧。我觉得是给小朋友培养成一个有爱心、有担当的一个。这个节目就是在这录这几天，真的没有录节目的氛围，真的就是过日子的氛围。希望大家不要错过《放开我 baby》第二季，每周日八点，每周日晚八点，每周日晚八点，更多精彩等着你。《放开我 baby》第二季，3月12日起，每周日晚八点，腾讯视频、西安萌上线。